卖场的手扶梯上，一对情侣就站在不远处，只看到男方的右手在女生的腰臀之间来回游移，但女生的左手也不甘示弱，正面回击。女生左手一抓男生的裤子就是一个抽动，这个抓的部位似乎就在两腿中间，到底是在拉裤头还是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好说，只是一看到正面两个人的年纪看起来差的有点多，这时候由知情人士来帮我们解惑了。金教授他就是有摸女学生的屁股跟臀部嘛，再来就是那个女学生她竟然去摸那个金教授的小鸡鸡，啊，看到的时候觉得凶悍啊。原来两个人不只是父女恋，更是师生恋。爱摸屁屁的男方是屏东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教授金子强，而喜欢鸟禽类的女学生就是教授从大一一路照顾到大四的入门女弟子。他们是大一的时候认识的嘛，然后大二开始在一起嘛，金教授就是借由要关心他的学业功课嘛，然后就跟他在一起这样子啊。系上学生看在眼里怒在心里，有个教授 daddy 生活就是可以过得朴实无华且枯燥。科技部大专生研究计划经费，书卷奖，申请硕士班的推荐信，只要想要教授爸爸都给你。学校里面他们都是搭金教授的车，然后出去牵手搂腰，然后会去银楼买情人的对戒。金志强都已经已婚育有一子，但还是能靠着教授的资源把妹啊。至于金教授原本指导的男研究生，就成为两个人感情下的祭品，直接被逐出师门，被迫更换指导教授，实验室的所有资源消学妹独享。我们是比较不了解这个地方。有听说过一些他的绯闻吗？我也比较，因为说实话比较少听到。金老师他现在就负责教学比较多。询问系主任这件绯闻，他表示不清楚不了解，这是金教授的个人私事。而金志强本人面对记者的询问则是避不见面也不接电话，看起来这起不伦师生恋只能要校方性评会好好查个清楚。